你知道青纱帐到底有多恐怖吗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，阿姨？刚才一着急，把脚崴了一下。哎呀，爬山干嘛那么着急啊？第一次爬这个山，在山上转迷糊了，找不到下山的路了。阿姨，我看这天也快黑了，要不我们送您下山吧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谢谢。慢点，你们自己来爬山，家里人不担心啊？他们才不管我呢，留在外面。肯定是推销电话，看推销电话。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吗？为什么屏保是在这儿拍的照片？又有女孩出事了，青纱帐真太恐怖了。我最近也刷到了建筑工地、偏僻公园，还有地下停车场这些地方，以后尽量一个人少去。不止这些，还有玉米地，还有山上隐蔽的树林。就算求救，也没有人会发现。怎么了？那个阿姨，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她不活，那树林里，快点去把我们拖走。啊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？想过什么？别的同伙，要不我们送你下山吧？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没事儿，我还是找护林员一起帮忙吧。哎，不要这么麻烦的。啊，就是啊，咱们俩赶紧把阿姨送下去吧。我懂了，那你们是想找警察来帮忙？